都没有加团，要不要加个团？欢迎老田，欢迎 Hello， 欢迎优酷。谢谢，谢我的昵称送的热气球。怎么来的？机缘巧合下来的呀。都说了，每个人喜欢的风格不一样啊。我是那种比较安静的。欢迎夫君。陈小哥，谢小哥点亮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很可爱，很温和。谢谢哥哥，谢谢关注。谢谢关注。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太温柔不好了。第一次有小姐姐给我送礼物，谢谢小姐姐，真的是第一次。我给你个关注。然后我没有白酒，我是不是太笨了？欢迎白潮清风，谢谢一宗人送的爱笑。一周人，你是主播吗？我们在管理都睡觉了，欢迎手机用户啊。你们知道怎么取消掉管理吗？你怎么又换？怎么又换上了？输了就换上了呗。谢止水点亮。欢迎简简单单。
问你问。小窗无言与斜阳，我身居江南，你却在远方。喵的，你还没睡啊？欢迎小五哥，你好，小姐姐。对面有是一只古装小姐姐。小姐姐好漂亮，我们玩什么呢？小姐姐画质有点差，你现在很卡吗？我卡吗？我卡吗，家里？现在好了好了。晚安晚安，谢谢点亮。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，为啥女主播都没有男朋友？这是真的吗？大部分的女主播是没有时间谈恋爱的，喵喵，尤其是我们这种夜场女主播是更没有时间谈恋爱的。欢迎电哥，欢迎诱惑，嗯，欢迎意中人，谢谢送棒棒糖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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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欢迎张姐。噔噔噔噔。谢谢电哥关注啊，谢谢。欢迎方小红，欢迎大家。欢迎爱鹏。欢迎孩子大爸。欢迎一生哥。我去对面抓骚去。咱们家有票了，走走票了，小哥哥们。哎，咱们能破个蛋呀，咱们家破个蛋吧。我是被卡出去了，刚刚真的卡了一下，可能连麦，可能刚连麦的那一刻，好像被卡了一下。谢谢棒棒糖，谢谢大陆哥，谢谢大陆哥。欢迎冲击波，欢迎朋友圈，欢迎一生伴你，谢谢红警。咱家众筹一下，在红警直播送的不服来战，你还他怕来了，就你皮喵喵，就你皮。欢迎喵蛋冲击波，欢迎陈建翁，欢迎秋哥。哥哥，谢谢喵喵，就你皮，走走，谢谢喵喵，我们还差30票。欢迎秋哥，保护我方双啊！谢谢啊，谢喵蛋，谢喵蛋送的钞票枪，谢钞票枪，谢喵蛋。欢迎唯爱，欢迎下一站众筹呢！谢谢我秋哥热气球，谢谢秋哥，欢迎一生伴你，谢谢大哥，欢迎浪子啊！哎呀，我去咱们众筹吧，众筹做好记录就好，众筹做好记录就好，输赢不重要，输赢不重要。欢迎流氓兔，大家众筹一下，输的有啥？谢谢，谢喵蛋。输的对面小姐姐，就我们俩玩的话就惩罚。你有啥不玩的吗？你有啥不玩的吗？不玩屋的，其他还行，就不玩屋的，其他都可以是吧？嗯，行。那秋哥，你可以想一个就好玩的一点的东西。谢谢谢谢爱越野的王八奇运，谢谢关注啊！欢迎肉肉，欢迎杜少华。欢迎解放，谢谢平卡的。我玩的跑了，还有48秒啦。秋哥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咱们手艺不咋地。回头我给你找一个能玩的，回头给你找一个。皮卡丘，你是不是超级喜欢皮卡丘？欢迎阳光男孩，谢谢点亮。哎呀，我们打不赢了，我感觉。谢谢喵蛋。喵蛋打 call， 谢谢流氓兔，欢迎刘哥，欢迎人生如此，谢谢流氓兔眼镜，欢迎妖精，妖精你下播了，刚刚想找你玩呢，欢迎毒药，谢谢喵蛋亲吻，欢迎朵朵，谢谢我秋哥直升机，恭喜秋哥升级啦。谢谢喵蛋叮咛啊！谢谢我秋哥，谢谢我秋哥，恭喜秋哥升了13级。你们要罚什么？谢谢秋哥。没事，喵蛋。我想一下啊、哦。嗯。小姐姐，你能玩？我想一下。嗯。欢迎肉肉。能玩那个反清复明吗？怎么玩？反清复明就是在哎，秋哥跑了，秋哥走了。那咱们说罚啥呀？秋哥走了，这个想看惩罚的哥哥走了。欢迎熊小熊，欢迎一生哥。咱们跳一个那个啥，那个小鸡舞吧，行不行？跳小鸡舞，
绕口令，那行，那说绕口令吧，行吧？行，你说。嗯，说几遍？绕口令吧。绕口令说五遍，快的，然后说哪个？说。哎，上次人家教我那个绕口令，我说半天，我一个都说不对，那个好难，我想不起来了。大陆哥，你说是啥？欢迎小帅。欢迎只谈风月，咱们说那个一锅藕喂一窝狗。一锅藕喂一锅狗，一窝一锅藕，一锅藕喂藕喂一窝狗，喂一窝狗。对对对，说五遍。嗯，一窝藕喂一窝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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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窝藕喂一个狗。是一锅藕。一锅藕喂一窝狗，一锅藕喂一窝狗。对，一锅。对，你说是一窝藕喂一窝狗。煮了一窝藕喂了一窝狗，应该是。对。欢迎浪子心。煮了一窝藕喂了一窝狗，煮了一窝藕喂了一窝狗，煮了一窝藕喂了一窝狗，煮了一锅狗。一锅藕喂了一窝狗。再这样煮了一锅藕喂了一窝狗，这样比较好说。就是说，如果说一锅藕喂一窝狗，这样就比较难。嗯。怎么，小姐？那我们走了啊，拜拜。嗯，拜拜。这个绕口令好难啊！谢谢关注。欢迎太阳温柔。可获得管理权限。你的名字叫这个吗？你是名字叫这个吗？欢迎不欢阿老师。听风雨，欢迎金常桌，谢谢关注。天黄的好早，欢迎萌萌哒，欢迎董笑笑。准备下了哟，各位啊，各位，我准备下了。